那个啊，那时候不是一直说什么结婚的时候那个婚前协议书，后来是、啊、有签啊，有签、啊。那一张纸真的是有签了、啊，有签啊，签了然后去登记。对啊，哦，对，300万，200，哦，200，给他杀价。你杀的？没有，是他杀。他杀的。他杀的。哦。他觉得300太贵了。哦。那你有像那个蔡小姐那么悲惨吗？一年半都没办法开机做人。我现在才2个月，不要这样子。我现在2个月本来就不可能嘛、啊，因为医生有交代说，哦、就说，而且我这短期内其实也不能再怀孕，因为剖腹产没有办法，那个伤口没有这么快、哦。现在快要3个月了。三个月心得是？三个月的心得是小朋友很可爱啊，小朋友真的很可爱，只是真的偏累。因为就是我老实说，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。看得出来耶，所以是甜蜜的负担吗？还是你觉得有、啊、有后悔吗？没有，我不后悔生小孩啊。我觉得生下来，其实我觉得还好有生，我觉得很好。对啊，怎么说？因为就觉得看到他，就很开心耶。所以你第二胎是什么东西？你说房贷吗？那宝宝很开心。可是因为早说那个小朋友真的也是要花钱的、啊，所以要生可能还是要先再多存一些钱才可以。哦，其实真对啊。对啊，会有压力啦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现在开销上有很大的影响吗？其实目前的开销就是躺在那边，就喝奶、尿布，就这样子。比较担心的就是之后大家都说开始上学啊，然后什么的那些花费会很多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你们要办婚礼吗？目前没有这个打算呢，因为办婚礼很花钱呢。哦，对啊，可以红包搞不好可以回本啊。你问他，他是跟我说，他跟我说不可能。你都以他的经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而且我也问了我身边每一个有办婚礼的，全部赔钱。现阶段的钱可能比起办婚礼，我会比较想说要先再看小，就是因为小朋友可能你不知道他临时会有什么状况，对，所以我会想要身上留现金，然后就算真的有多的钱，我也会觉得买房子比较重要。对，那你有像那个蔡小姐那么悲惨吗？一年半都没办法开机做人。我现在才2个月，不要这样子。我现在2个月本来就不可能嘛、啊，因为医生有交代说，就说，而且我这短期内其实也不能再怀孕，因为剖腹产没有办法，那个伤口没有这么快。对啊。如果真的要第二胎，要一年，要多久后？我忘记医生有交代有一个期间，但我有点忘记了，因为至少也是1-2年。哦，对，所以现在就是还是处于停机的状态。对，因为才过了2个月。才过2个月。那个啊，那时候不是一直说什么结婚的时候那个婚前协议书，后来是、啊、有签啊，有签啊。那一张纸真的是有签了、啊。有签啊。签了然后去登记。对啊。哦。对。300万。200。哦，200。给他杀价。你杀的？没有，是他杀。他杀的。他杀的。哦。他觉得300太贵了。哦。就200，对，200也是一笔钱了。但当然写那一条只是写的，就并没有想说要做这件事情啊。哦，对啊，但就以防万一、啊。对啊，只是一个以防万一而已。嗯